爱就一个字，我只说一次。盖伦已经加强过了，我这拿了个锁子甲咋整啊？咋办呢？现在我就只能玩保镖狙呀。你能给我蹦个大虫子不？斗枪现在玩不了，也削了。看上去就和挠痒痒一样。来两个蓝枪吧。学院可以。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。我可没有刮胡子的闲工夫。圣盾大嘴儿，圣盾大嘴儿，好弱呀！哎呀，来一把呀！嗯？不用挖坑，你把树都挖了，把花都挖了。对呀，竹子树全挖了，把花全挖了。就像瓮中捉鳖一样。可以。圣盾大嘴来一把，什么变异？暗星变异。暗星变异，我们来两个赏金。这把要第八呀，兄弟。赏金连麦呀！我插个鸟人，我咋连麦？我二杠二的来就行，不来呀？走一把圣盾大嘴，挠痒痒一样，走一把。挺好。可是卡萨丁削了，不能养卡萨丁了，现在养盖伦得了。卡萨丁又削了。啊，卡萨丁技能伤害减免，从30%变成40%。啊，不是，从30%变成25%。技能伤害减免时长4秒变成5秒。我将带头冲锋。不算削吧，加了时长。啊，我们这先合个反甲吧，先合个反甲。没事，我们这把反正也没多少分，不行就掉，不行就掉。
问题不大。我试试这强度，强度要行的话可以玩。雨点来一个，就像瓮中捉鳖一样。先拿攻速，倒数第三，先拿攻速，可以。帮忙递一下，还帮忙递一下，递个勾吧。哎，人家的圣盾大盹就是前期都能打过，你说我三个两星，我为啥谁也打不过呢？我就奇了个怪了，为什么谁也打不赢呢？我三个两星怪，我凭啥打不赢？我三级半三个两星怪，还他妈有个机器人，凭什么打不过呢？怎么那么难打呢？就怎么打谁也打不过呢？没有装备，那你要我拿攻速，我上哪点装备去？你都要我拿攻速了，我还怎么给装备？我给不了啊。那谁的问题？我说我拿反甲，还行，精致连败不错，两连败，两连败加一块。玩这个不能着急，六十血左右锁正常。哎呀，玩这个一般是啥呢？前期谁也打不过，中期呢稍微能打得过一点，后期谁也打不过。前期稍微能打过那么一点，然后中期稍微能打得过那么一点，然后后期谁也打不过。给一只卡萨丁我就停了，好吧。什么变异？啊，暗星变异。我们走吧。我不敢地了。你在威胁发牌员。
我威胁了吗？我没威胁呀。让我先别要机器人，那你说我不要机器人，我要啥？我刚才我也没啥上的，我卡萨丁，我就第一张卡萨丁就行，行吗？忍耐吧，忍耐。要不我大嘴给个水银得了，我离子就别要了吧。你怎么这鸡巴给我打的？你说这给我打的，我六滴血了。我可以肯定，你看看这给我打的。我地地街区，我这变异战士徽章，我地地街区吧，我这三变异有没有就也就那么回事了。我地地街区，大嘴给个水银，赶紧的，上个女警吧，不行。变异没啥用，你得要质量啊。正常这个阵容如果在三杠三之前没有拿到一个三星怪，其实就很难了，就谁也打不过了，看见没？很难。还好赢，赢的也是如此的艰难。来个反甲吧，火速出击！我地地街区，我将带头冲锋。造孽，谁也打不过呀，前期谁也打不过，中期谁也打不过，后期谁也打不过。如果这把我们玩了是一坨 shit， 谁也打不过的话就算了。看上去就和挠痒痒一样。
这还是地地街区呢，没有地地街区，你知道得地地成啥样吗？你不知道。别站那么散。那我站近点啊。也就能欺负欺负这大虫子了。就像瓮中捉鳖一样。啥也没有。下轮直接梭哈，不墨迹了。三星盖伦，三星卡萨丁，三星大嘴儿，不墨迹了，直接梭哈上人口。打完狼子递干净，都给他递没，给件黄符吧。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，他们被我瞄准了。我准备好了。火速出击！我自有安排。盖伦咋不让上装备呢？我法克。一会儿就有了，我有的。火速出击！卡萨丁差一个，女影差一个，我操！全删了，兄弟们，全删了！啊！还有点东西啊，全删了，你还真就别说，还就全删了，差点狂徒啊！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，机器人不是人，机器人不需要删，蒙朵。哪一个？蒙朵医生要去会诊了。我强烈要求女警卡萨丁三下子。自己来好吧，别让我，别让我去找你了，自己来。巨杀他不用，不用巨杀，大嘴本身他就百分比掉级。现在这大嘴是真傻逼，一星大嘴百分比伤害8%，二星大嘴8%，三星大嘴8%，那我搁这干啥呢？我跟你玩呢。
金克斯，我不要金克斯，金克斯干什么玩意儿？我先给他来一个大金大腰带。金克斯他们都不拿，我拿啥呀？一帮大傻逼，人家金克斯，人家斗枪有金克斯，他不吃金，他们没一个人拿的，我干啥拿呀？谁也不拿就拉倒呗，那就让他吃呗，我干点事儿呢。一群大傻逼还不拿，我才不拿呢，爱谁拿谁拿。卡莎没打死，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。机器人先不要，卡一个钱。这个没问题。卡萨丁女警啊，卡萨丁女警在哪里呀、战斗学院长，狙神长，狙神战斗学院，战斗学院给一个有用呗。七英口蒙多，八英口卫，没用。正义将会得到伸张。机器人不生了，浪费钱。我们开始行动吧。还是装备太少了，要是装备能多点就好，装备有点少。你看这豆枪一直赢，看着吗？就自私，这帮人，这帮人就贼自私。我也自私，谁爱拿谁拿，我才不拿呢。不都想着自己吗？那我也想自己。反正我写作。有的。有的有的有的。就像瓮中捉鳖一样，蒙多医生要会诊了。你选的时间点不行，你选一个没有蝴蝶的时候啊。这不无敌了吗？小无敌。小无敌，这把质量还可以啊，兄弟，还可以，还算可以。就是卡萨丁没什么装备，机器人换指法，换呢？
二星金克斯有点离谱。升级上机器人，拉九上个大卫。我们开始有气儿的部分吧。什么变异？暗星变异。妈，刚才剑尖啥也不是，哎呀，啥也不是，可是真是不太行啊。呀，这卡萨可以，这卡萨。卡萨没有了，来个变异转吧。变异转，我们上个卡萨。这玩意儿可以下了。要这金克斯吗？没用啊，冷了吧，上圣盾吧，上圣盾。我还得再拉人口，上个位。阿卡丽手下留情，臭逼。呀，这装备我要啊，我这装备我有用。我这两件给卡萨丁，这杀人刀给谁呢？你们说，你们说这杀人刀给谁？
你有钱上酒吗？有啊，他妈没钱。能多自己来不就有钱？总时间现在这点钟。女警，女警是魔法伤害。给你，拉倒吧。你解释吧，也没用，反正给谁也就那样了，他那有什么用？我这锁着甲能合件装备不？来个法衣不错，我这。那卡萨丁这么脆吗？那卡萨，那卡萨丁是纸糊的呀！我操！哎，我这卡萨丁，哦哟，我那卡萨丁变成一张纸儿，纸糊的。正在运转，这玩意儿能行啊？哎呦啊，换站位啊也行，换呗，也不是不能换。机器人换剑尖，不重要。这叫豆腔弟弟了，那我打别的能打过呀？锐利的剑，锐利的眼。不换。胃不要了，胃换剑尖行。胃换剑尖，70来块钱呗，没关系，可以等。锁着甲可以给他合春哥，我要么拿件春哥，要么直接给他合春哥。暗星变异还是挺猛的，我们的行为是正义的。选秀来个圣盾转，那不可能啊。法医没有法医，赶紧鬼书。卑鄙之风，真卑鄙！他法医，他拉克斯放这边怎么办？没事儿，我一群弟弟，我不怕他法医，随便法医，我这是一群臭弟弟。我不害怕，你随便发一，我分开干。你给吧，你随便给。别上酒了，我现在我没啥弟弟呀，我就第一个卡莎，那我要递不出来咋整啊？我死了。哎，我剩两滴血，我可以啊。
快递吧。让我递，我递不出来，不信你那没有那玩意儿了。我没有对手，蒙的小圈，他啥也没有。你不拉人口，他没有，你不信我。递出来个啥玩意儿呢？50来块钱递他妈个蒙多的，有啥用？他出不来，你不信？你要想吃鸡儿，那你就那啥，那你就生人口。你要想就是实，确实是不行了，那你就混。那咱就递，反正也打不过，还是递。行，人口也上不去了呀。确实是上不去，确实是谁也打不过了呀。哎，这家名流打不过我呀，这家名流打不过我。我操，我把他杀了，那我应该第二名啊。那凭啥我第三呢？他也打不过我，我应该我碰他，凭啥让我碰那家呀？我上轮已经碰着了，这应该让我第二名，他打不过我，这合理吗？他连我镜像他都打不过。你知道我只会用行动表示，也花开放肆。